老婆，辛苦你啊，我多谢你。所以才会找我来翕婚纱照。哦，不不不，这不是婚纱照，这是咱一家三口第一张的全家福啊。大姐，工程师退下班了，来，对我来，这里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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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别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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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啊，我今晚贴个眼罩贴掉，阿爸就要 KK 哦，好。就要背给吗？你这个客户办这 party， 这是结婚纪念日快乐。我就是，亲爱的老婆，你条春工，我会给咱两个结婚纪念日放袂记啊。你啥物事直接跟我讲啊？我跳过一片，我讲啥物客户的 party。就甲你讲，安尼又无趣味啊！而且我无确定讲你是不是跟我同款哦，这么期待咱的结婚纪念日啊！这是咱结婚了后头一届结婚纪念日，我当然嘛期待。你都唔知呀？你看起来咱无要无紧，我唔知我失望诶。这几年来，咱两个到底哪经历这么多代志啊？你果是囡仔妈妈，这么重要日子，我哪可能放袂记啊？以前我嘛知呀，即阵嘛也搞有真侪风波。你要操烦的代志伤多啊，就算讲你真正放袂记的，我嘛不要紧啊。那是其他的日子啊，像是讲我什么时阵考到全校第一名啊，也是讲哎我成绩发表会，这我拢会当放袂记。啊，不过我什么时阵该娶你嘛，我是永远无可能放袂记啊。因为你，我的心才会定来，有你了解我。你不要支持我，我唔知阿老安心要向怎样。咁知啊，我一直期待今日的，我想要来今日甲你讲，老婆，辛苦你啊，我多谢你。所以才会找我来翕婚纱照。哦，不不不，这不是婚纱照，这是咱一家三口第一张的全家福啊。多谢你，我真欢喜嘛，真介意。啊，不过是安怎你会想着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咱的结婚纪念日啊？你阁会记得恁爸甲恁妈结婚纪念日迄天特别邀请我甲恁家的人做阵翕全家福啊？当然会记啊。其实迄天我对你就命中注定的感觉。迄天我才知影，原来哦，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是安尼。迄当阵，我就甲我家己讲啊，我讲总有一天，我嘛希望讲有一个属于我家己的家庭，而且一定爱幸福美满。我若想要完成这个愿望，我就应该和我爸有感情的这个查某囡仔。所以才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咱头一个结婚纪念日。这就代表讲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